今天我们要呈现的是呼吸，时长35秒钟，由 Samuel Beckett 创作，被认为是史上最短的戏剧作品。怎样才能写出电影史上最短的剧本？什么是当代的世界的文学？符合我们传统的折中审美，融合虚无与存在、光与影等对立的元素。